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露。今天我们将要为您讲解上半区的两盘焦点对局，解说嘉宾我们荣幸地请到了谭笑九段，谭老师好。嗯，露露好，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和您在天元围棋见面。嗯，那今天我们先给大家讲解的是连笑对阵杨凯文的棋局，对，而这个比赛呢也就在我们棋院的楼下进行，对，在三楼的训练室，对，我们可以先去现场看一看。好，嗯，啊，我们看到的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现在还是在线上进行的，对对，那么这是在三楼的训练室啊，非常的亲切。对，这是世界冠军辜泽豪九段。嗯，那么他今天的对手呢，李轩豪也是非常强的一位，相对年轻，但是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很中间实力的对一位棋手。嗯，李轩豪七段。对，我们看到啊，这个是连笑，对，上一届应该说是刚刚被挑战成功的这个前任的天元，对，连笑。然后他输给杨鼎新，对，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在位天元是杨鼎新九段。对，嗯，这个连笑的对手呢是杨凯文七段，好像还没有照到镜头啊，因为杨凯文是在我们的杭州的这个分会场、哦、对对，是的，来进行的，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次预选应该说这次的线上比赛啊是在北京、上海和杭州三个地区展开、嗯、对，嗯，那么今天我们先给大家讲解连笑九段对阵杨凯文七段的棋局。好，那如果有个别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实时收看我们的直播的话，可以到围棋天元的公众号订购成为我们的会员，这样您可以通过手机、电脑或者是电视投屏的方式进行3天节目的回看。嗯，好，那我们先来看这盘棋局。好，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棋局。嗯，黑棋是小目。对，黑棋下了一个这个对小目啊。对，好像连笑最近非常喜欢下这个布局。哦，看来他有心得。对，我感觉他好像最近挺喜欢下这个布局的。嗯啊，但是今天他啊，今天他是点三三。好，变了，点三三。啊，之前好像别人如果是比如说小目的，他会挂角啊。嗯。好像他对这个布局最近下的还挺多的。嗯，看来是有备而来。对，今天是上来一个点三三。嗯，那连笑上一盘战胜的对手是丁浩。嗯，啊，也是非常强的一位新秀，现在是。对，是应该说00后数一数二的人物。对，还有像谢柯啊等等，是的，很多都很强。嗯，这盘棋是的，黑棋趴啊。对。啊，一开始选择了一个我觉得相对少见的一个定式吧。嗯。啊，白棋就直接啊，杨凯文直接给他搬掉了，吃掉。对，这个定式应该是棋友们最熟悉的，但是往往在一开始选择并没有那么多。啊，第一个局部没有那么常见，但是好像也还差不多啊，觉得、嗯。我估计呢，杨凯文是觉得，你这个先下个对小目嘛，然后点三三、嗯，啊，可能是稍微有点出乎杨凯文的意料。那他下个搬了连扳，估计黑棋也就是啊、破坏一下黑棋的意图。嗯，打破黑棋的预想。那么黑棋手角，对，回到上边的手角啊。其实好像一般下一个对小目，一开始可能第五步就会手角。哦、那可以看现在我们在这个左下角进行了一个定式，又回到了右上的手角。嗯，而白棋也是依然的选择了挂角。对。但我记得好像如果直接走的话，白棋也有高挂的啊，对，高挂低挂都有、嗯、啊，低挂应该是更多一些啊。如果这个子放在高位的话、啊、高位的话可能高挂还是挺常见的。嗯啊，这个就要给大家讲讲为什么。嗯啊，这个右上角这个高低位的区别。那么如果现在右上角是这个大跳白棋高挂、啊、这样会搬，然后粘住。嗯嗯，黑棋这时候应该会选择啊正常下一个定式啊，那么白棋下步逼住啊、嗯、那为什么白棋选择高挂，这个能给大家讲讲吗？嗯，为什么呢？因为低挂的话黑棋这个时候其实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它刚才这个位置是高位嘛。嗯啊，白棋这右啊左上只要是下成一个后的话，这三个子白棋逼住是一个绝好点。嗯啊，其实就是跟这个逼住有关系。那么如果就是大飞手脚，白棋再高挂感觉就差一点意思。嗯，就黑棋如果还是拖的话、啊、
当你下成这个定型之后呢，刚刚的一个绝好点现在就显得啊，对，这现在如果再逼住啊，感觉白棋就有点无理了啊，甚至有点过分了，让黑棋直接打入啊，啊，那就是这个高挂这个高位和低位这个区别很大。那么如果现在打入呢，白棋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靠，嗯，啊这个地方。相信很多棋友也是非常的熟悉，对啊，对是这个小目大跳的一个弱点。对，这个棋形的要点就是在这个靠。嗯，好，我们回到实战。对，那如果说高位的时候，白棋低挂的话，黑棋会选择也是正常的下吗？还是啊，黑棋有可能会选择在上边，啊，上面三间地加一个。嗯，啊，因为这样白棋飞，黑棋就跟着爬。啊，其实这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配置吧。嗯，这样，比如说黑棋飞出来啊，啊，其实黑棋是想把棋子走到这边的啊，因为这边是一个白棋算是比较厚的一个势力范围。嗯，啊，这样黑棋顺势爬了一飞，啊，就可以很好的把白棋这下面的势力范围破坏掉。嗯。但这盘棋由于黑棋是选择的大飞手脚，所以白棋这个时候相对来说低挂更为常见一些。对，嗯，那么连下在这儿没有走啊。对，面对这个挂角，黑棋选择先脱先。啊，在下面挂。嗯。啊，这个其实，啊，感觉应该是一种思路吧。黑棋可能是不想，比如说跟着下常见的这个。白棋会逼住吗？白棋应该会自己啊拆一个，这样的话这盘棋的格局就比较啊漫长，我觉得。嗯。因为可以看这个叠三三啊，白的吃掉，那么黑棋现在基本上也是自己摆好阵势，而白棋也非常厚，那么以后其实这个逼住是非常严厉的。嗯，很大的一手棋。对，这个地方黑棋是比较头疼的，白棋逼住之后，那可以看这边的后势就发挥出它的作用。嗯，而黑棋这地方好像不好拆，如果是轮到黑棋先动手的话，对，好像这个棋以后是拆在啊这种位置的啊，但是总感觉黑棋拆一个呢，棋形稍微有一点怪啊，对，和我们这边有打入，而且这边感觉也不完整，这样的一个位置，感觉这个拆和我们原来学棋的这种理念是不一样的。嗯，过去我们可能会觉得首先这个是比较坚实，对，然后或者可能其他的低位之类的，对，是的。那现在好像是我看这种棋形普遍啊给出的都是拆在高位的。嗯，那黑棋实战他选择脱先，对，可能跟你刚刚讲的思路也比较像，他觉得不太担心白棋飞压两下，对，他应该是还是觉得飞压的话黑的顺势啊从这边出头是可以接受的。嗯，那这样的棋白棋有没有可能从这个方向加呢？这个地方白棋其实有可能选择一个大斜哦，大斜啊，这个是我要靠出，对，也是现在非常复杂的一个定式。嗯，这个大斜千变嘛，也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著名的复杂定式。嗯，对，现在白棋拐啊，那么现在呢，白棋好像有两种下法，一种是压，一种是长。嗯，啊，随着今天的这个研究的深入，对，因为像原来的粘啊这个定式，嗯，现在好像很少见了，比如说飞，嗯，黑棋虎一个，白棋跳一个啊，这个在十几年前吧可能是觉得是公认的一个定式，那么在今天呢好像就出现的比较少了。嗯，啊，觉得白棋这个效率不够高，嗯，不够紧凑，啊，对，要给黑棋更强迫的一些压力，那么白棋会贴。嗯，根据配置有不同的下法。对，但现在黑棋应该是要拐下啊。哇，这个好像有点复杂。对，这瞬间就是双方就是一个肉搏战啊，这个地方。嗯，对。但实战的话，我看白棋还是选择比较简明的。嗯。你觉得在棋风上，轩豪和不是那个连夏和凯文之间有什么
我觉得联校应该是更好战一些的。嗯。啊，联校应该比杨凯文要好战，但也不是说杨凯文力量不行，只是每个人的棋风对联校是比较喜欢跟别人战斗的啊，包括他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是，我想可能很多棋友也知道，就是联校是出了名的，就是跟他的外表，虽然他外表看起来是那种邻家哥哥，很清秀啊，但是他的棋一直都是这种大刀阔斧。对，他的网名原来也是大刀向前冲。啊、是的。那么白棋实战选择的比较简明的一个飞压，嗯，啊，黑棋现在爬了飞。其实现在这个场合啊，飞和跳真的不知道是哪个好。嗯，为什么呢？因为首先飞它有明显黑棋的一个缺陷，就是白棋下一步啊有个好点飞住，啊，但是如果这个棋黑的飞起来的话，黑的效率就要高一些。哦，就这个棋型比如果说跳出来轮你再下对好一些。跳好像飞了飞应该比跳了压好像要。啊，更加好一些。嗯，那么，但如果跳的话，跳的话就是以后白棋走的时候，比如说白棋压，啊，那黑的肯定这个再压只有长了，对。这样反正白的压几下都是先手，黑的也会长。对，因为扳的话，这边断这个断点还是有点不舒服。这样的话，反正白棋以后可以选择压三下，但是。好像白棋应该也不会轻易的压，因为这样还是挺损失控的。嗯，因为我们一般知道这个定式的这个方向还是白棋比较想发展的一个方向。嗯，所以在这个配置当中，其实跳也是可以考虑的。对，但是跳的话啊，比如说白棋下一手啊，以后白棋有可能会选择冲了拖啊。嗯，这个地方跟大家啊说一下，为什么要冲了拖？嗯，如果我直接拖怎么呢？这个地方如果白棋直接拖，黑的有可能会拐了冲下去。哦，当你再冲的时候，我就不挡了，黑棋就会扳啊，这样形成一个转换。嗯，当然这个也是看配置啊。对，就是白棋如果单拖的话是有这个风险，那么这个棋型以后白棋是可以冲了拖的。啊，嗯，这样冲了拖的话，等于这个时候你挡在这儿了。对，这时候黑的去挡，白的就挡回，嗯，然后可以选择立，对，啊，这样等于白棋多了一个转角的机会。对，是的，嗯，那所以说他跳也是有他自己啊本身棋形的弱点，所以说跳和飞，啊，我感觉应该就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对，但感觉最近好像我们在普招上见到飞还挺多的啊。对，飞是非常多的，因为首先啊，现在如果我们单从AI 给的推荐的话，飞肯定是一选，那么跳是二选，哦，啊。其实它飞和跳呢，胜率差距一个点可能都不见得到。嗯。啊，那么跳也是有一些人喜欢，比如说唐伟星九段，嗯，啊，他就特别喜欢跳。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出，就是不同风格的棋手在对于局部的理解上是不一样的。是的，嗯，但这盘棋还是飞飞，那么白棋走到一个先手，哦，哎，加在这儿啊。杨凯文这盘棋，我觉得他的目的性还是挺强的，就是策略，就是他想把棋啊走散，然后形成一盘漫长、比较漫长的格局吧，啊，算是。嗯，看来他也是比较忌惮这个联校的力量，他还是觉得如果我们能把棋局拉长，然后去比拼功夫，嗯，可能会比直接这种近身作战更有把握。对，这个三年高加呢，就是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形成打散的定式。嗯，那么如果黑的点三三，嗯，啊，这是形成一个非常简单的定式啊。对，黑棋搬粘，白棋这时候二路爬。嗯，现在真的是所有的基本上夹击的定式，这个粘都被淘汰了。白棋爬，黑棋会跳出。嗯，那么白棋搬，那可以看，如果下成现在这个格局啊，基本上就是以后会进入一盘官子战，我感觉。嗯，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太大的，至少战斗的可能性，而且白棋非常厚，可以看白棋子都走在外面啊。嗯。而且毕竟我们中国围棋规则七目半的时候普遍觉得白棋还是有一点点优势的。对，有好像优势应该是一目棋吧，我感觉。对，就是这一目。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是 AI 给出的胜率六目半的话就比较均势了，就很接近。对，但如果是七目半的话是基本上接近六十五十八五十九的一个白棋的初始胜率。那么黑棋反加，对，联校选择反加，白棋靠。嗯，
然后再点展，点分三，对，这样的下法应该是比单点要更流行一些。对，但加了点好像加了，这时候单点好像也少见一点。一般是再走一下。对，常见的是比如说搬了点或者搬了压，之类的，好像单点，我感觉这步棋有点稍微出乎白棋的意料。它的用意就是如果你挡的话，我再爬过来，这一下交换。白棋顶啊，我就可以把自己的棋形处理得更好一些。对，但这个地方白棋长一个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啊，也是一种选择。是的，那么实战白棋没有选择挡，白棋选择的搬下。对，黑棋，对，这个子不能被抱死，对，是立。我记得原来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定式啊，算作定式吧，啊，但是好像黑棋确实亏了，因为这个子被抱死还是啊，白棋棋形太完整，所以这个还是要先立，黑棋立，然后白棋再打，黑棋爬，白棋长，白棋长，黑棋小尖，对，不断，因为不走的话，眼见有两个断点，白棋挡下。这样的话黑棋虽然比被直接抱死多送吃了一个，但是却留下了很多很多的借用。对，这里以后比如说搬啊立啊这或者外面断啊啊，这个借用还是蛮多的。而且白棋为了能把黑棋吃住，白棋尝一下啊，也是稍微有点损的。对，现在等于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白棋这个子的位置是不太理想的。对，是的。对，但白棋的收获就是在下方还是比较完整。对，所以我们看到围棋一直都是一个比较均衡取舍的一个。对，像这种我觉得比如说下成这个局部啊，如果是没有 AI 给出胜率的话，基本上我们判断就是两分。因为黑棋可以看取得了这边角上的实地，那么白棋呢把这两个外面两个子吃住啊，也算是在达成了他的目的啊，我觉得正常来讲应该是算是两分，但是由于现在有了胜率的话，可以看出是白的吃亏了，可能还是这两个子之后的借用会比想象中更有活力，对，或者是这个位置还是有点这个子是稍微位置有点差，但是这好像不重要，还早，对，那么黑棋拆完之后，白棋上方拆边也是一个好点，对，这个好大呀，因为其实。比如说黑棋啊，不管是三尖高加还是低加，那么这个地方是一个完整的定式啊。其实这个加一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点，包括下步棋啊，继续如果白棋不走，黑棋继续飞啊，都是很好的一个点。对，就不仅有实控，而且威胁着对方的这样厚薄的大场。对，那么白棋拆，对啊，黑棋。从下面把两个子搬，这个时候白棋是没有选择搬下来啊。如果搬的话，黑棋走一个，黑棋虎啊，虎一个。对，这个白棋搬应该是，第一感应该就不太行，因为可以看我搬了打一下，那么这个地方呢，白棋肯定非常想挡下来。对，但你一挡的话，那黑棋一断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不成立。对，白棋的外围太薄了。那你说我要是不挡？你说我补住，那黑棋爬回来，那白棋这个搬下啊，它就没有达到它的预想效果。对啊，因为黑棋这个虎了爬过，这个实地还是很大的。而且这个搬的分段对于黑棋这块棋没有任何的影响。对，所以这个地方就虽然搬是最容易想到的，但是棋友们在这种地方要慎重，对，就注意到自己的弱点啊。我觉得就是不要随手，就是别人一搬我先。搬完再试试能不能算断了它啊，这个地方我们想一想啊，断不了它那就算了。白棋接住。对，那这样黑棋虎的时候，白棋会选择它觉得价值更大的一边。对，冲下去。对。这个时候其实正常如果单看局部的话，黑棋显然是要把这个地方补一个的。对，搬一个啊，这样等于是黑棋把两个字就成功跑出来了。对。那白棋也是这一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棋形，跳住黑棋，由于黑棋这个局部没有活境啊，黑棋暂时不敢发力，这个地方，比如说虽然是有冲断，但是现在有点过分，白棋长一个。如果你还处理中央的棋子的话，那脚上，
这黑气由于脚上不活啊，它是不敢贸然发力的。嗯。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这个斑呢是这个局部的本手，对，但是黑棋又觉得这地方被白棋封住的话好像非他本意，嗯，他是选择了出头。出头啊，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因为现在这个斑啊，嗯，必然会形成打劫。哎，啊，那么打劫之后呢，黑棋这个地方就有点劫财，一开始死掉两个子。哦，这个，啊，比如说最起码这种几乎不损的劫财，啊，这都是那个免费的劫财算是，嗯，啊。所以倚仗着这边有个劫库，连下就说你来吧。对，你一搬我一小尖，你为了分段我，因为你如果回去那你就什么都没走到。对，这个你一定要打上来，这个打劫已经形成必然。对，啊，是的，打劫。嗯，那么黑棋立一下，对，我们刚刚说的免费劫财，对，非常舒服。黑棋立一下提劫，这时候就该啊白棋去找劫了。对，那这个时候白棋的劫财就没有，那可能有的棋友说这种不是是劫财吗？对，这种确实是劫财，但是其实这种冲啊它比较损哦啊，其实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白棋会选择冲。对，因为很明显，如果棋友们以后你这个子从这一带过来的时候，这个子本来是软的，然后第一你这个让它的头变硬了，嗯，第二你这种地方其实可能对你中央的气以后会有一些关系，比如说有一天黑棋可能从这一带过来的时候，你本来单贴，所以这种地方看起来不起眼，但其实还是亏挺多的，嗯，啊。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因为本身比如说白棋飞一个，嗯。啊，那黑棋这个子呢，它就已经形成软头了。不管白棋是挡或者是贴啊，下步棋黑棋都是软头。嗯，那么当你冲掉一下之后呢，你这个跳啊，就感觉这个索然无味了。这个对，啊，而且这个气紧的，就是一冲断的话，中央也是一个气紧的。是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损非常多。嗯，那么白棋不能找这儿的劫财，嗯。那么白棋他先找，哎，哦，点这个，这个飞刺啊，也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劫财。嗯啊，因为黑棋你说如果我消了，那我白棋把这个贴回来，那其实跟刚才的大致还是差不多。黑棋在底下补了一手，那么白棋呢等于是连上了基本上，而黑棋还要后手去做活，嗯，所以说黑棋这个面对这个飞啊，黑棋肯定是要赢的。而且它的补棋的方式不是那么舒服。对，小尖。对，补在这儿的话，其实类似这样的棋形，眼见的以后是有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对，虽然暂时不成立，啊，比如说以后挡一个，对吧？黑棋你这个地方可能还要团一个，嗯，啊，要补断。对，所以白棋也找了一枚很舒服的劫，嗯。然后接下来黑棋的找劫显然是认为，普普通通这种劫是不够了，接着。对，这个掉这个呢，局部是不损的。对，但是白棋爆吃之后，黑棋等于这个地方就没有劫财了。嗯，那么如果现在黑棋提，我找一下这个。对，我们刚刚虽然说它损，但是如果我能靠这一枚劫财，让你没有劫了的话，嗯，也是可以考虑的。对，这样的话黑棋等于没有劫财了。嗯，所以现在黑棋需要啊拐找损劫，提提。哦，但白棋这个时候也是找了一枚损劫。是的。这个拐我们刚刚分析过了，还是比较损的。那这样找完的话，黑棋肯定也就对。黑棋拐完之后呢，这个段就比较舒服了。嗯，因为这个段现在给了白棋一个选择，选择或者说考验吧。嗯，首先你说我这一打啊，看着特别爽。对，这段，但是黑棋还能跑，因为由于黑棋争子有力啊，黑棋跑。那你说我再打黑棋，当做劫财，一会儿再跑。啊，这个地方白棋就比较痛苦了啊。对，本来在争不掉的情况下，白棋打吃就未见得便宜。对，而这个时候由于有一个比较大的劫争，黑棋的每一步跑对白棋来说都很痛苦。嗯，那你说我不吃，嗯，我可以尝一个。对啊，但是这样呢，这个贴啊，白棋就是一个软头。嗯啊，可以看这一贴很难受，对，你说我可以跳一个，一会儿被上面再一靠，是没完没了的借用。对，而且这个劫财非常多。对，所以可能无论是从局部的这个方向，还是从劫财的考虑，嗯，白棋都是直接吃比较干净。对，白棋吃回，但是可以看这样的话啊，以后黑棋外面吃一下会是先手，嗯，啊，那这个地方黑棋拐呢，等于损的就有限。对，本来我掉的时候抛开劫财你就有可能会尖顶，那么我几跟你交换，我只是亏了一点点。
有点像这样啊。嗯。掉的时候白棋尖了一个，那么黑棋挤呢，白棋粘了一个啊。对，但是白棋好处是刚刚这样的话，以后这边的目干净了啊，稍微好一点。那黑棋也就损了一目棋，可能就是嗯。所以等于说，虽然拐是损级，但是黑棋通过断非常舒服，跟白棋这个的交换就减少了自己的损失。对，现在呢就又该轮到白棋找劫了。嗯，而且眼见呢黑棋现在是有一枚劫财的啊。对，所以说白棋比如说这个肯定是劫，但是他要注意找完这枚劫之后，他这一带可能就反而也不好找了。提劫，这样提劫黑棋会打一下。嗯。打下踢回来，那白棋是加还是断呢？这个地方要是断，那黑棋就算了。嗯，啊，这个劫肯定黑棋就给你打赢了。黑棋在外面随便走两手，那比如说我啊去靠一靠啊，或者我是不是两手棋把你这边吃掉啊？这样白棋这冲了断，这两手太损了。是的，而且本身吃的也并不是很大。对，所以白棋为了去强调黑棋这一带的保卫，它是不能把这边的味道损掉的。对，所以实战我们看白棋是找了一枚挤这个的劫材，找的比较含蓄，这样找。他是想，如果黑棋粘或者虎的话，我以后再慢慢挤啊。嗯。好，在这地方，我看决议给出的图是。哦，还是要挤这个。对，往这挤。这样我得粘吧。这样挤，我看。哦，要反击。我是没看懂啊，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没看懂，它是怎么顶白棋拐下去？嗯，我是没看懂它顶是要干什么。啊，正常来讲，黑棋应该会粘。嗯。那白棋提。嗯。然后黑棋会打一下。一下。嗯。对。然后该白棋怎么找的话，这个。我觉得这样是比较正常，下步棋黑棋提回来，由于黑棋刚找了一枚劫材，提坏下枚白棋，是这样吗？我也不知道，不确定。但我感觉，啊，如果说损这一下，是不是黑的也有一些，比如我在这一带，走两手，对，感觉这两下也是挺损的。啊，那我感觉他挤完应该是要这个，嗯，啊，应该是要，因为下步棋白棋只要是能断这个地方，白棋就不损。嗯，对，所以可能这个找劫还是有一点点有难度，我觉得这个找劫还是挺有难度的。对，那么实战杨海文选择的挤这个，那么黑棋就下劫了。啊，这地方还没打。嗯，挤完断。嗯，啊，他其实还是想，啊，把黑棋封在里面。是的，但这个地方黑棋实战是选择了反击。打吃啊，黑棋是不能容忍被白棋封在里面的。对，这个时候白棋如果长的话，黑棋粘上，白棋外围的这个封锁圈就有问题。对，这样黑棋要直接，可能直接练白棋了。黑棋长出。嗯，感觉白棋非常危险啊！这个地方还有长，那么白棋这冲了跳呢，这地方还有个劫争啊！这个局部白棋等于黑棋一路多的这个子是有用的啊。嗯，所以说白棋不敢长，所以白棋只有恰打断吃黑棋踢，这样形成一个啊，在恰打之前先冲，嗯，冲一下再恰打，打吃。然后提劫，提劫，嗯，啊，等于又形成一个劫争，对，等于是白棋挤完之后呢，这个地方继续打劫啊，嗯，没有说完，对，那么黑棋啊，特别爽的一枚劫材找掉，但黑棋是先找的这个，啊，先找这个啊，他虽然爽，但是他没有先找，啊，这个地方这枚特别爽还没有找掉，对他留着，啊，先留着，黑棋先靠，嗯。啊，我知道，从后面的进程可以看出来黑棋为什么留着这枚劫啊，确实他是有深意的，就这枚劫他觉得是他的很关键的一枚劫，致命的一枚劫，对，他不能先找这枚，嗯，他留着，那留着这枚劫是什么用呢？好像非常有道理啊。哎，黑棋提劫，对，首先黑棋现在是希望把你逼回去，如果他一旦能提成这样，那我想他就自己比如说这边做活或者什么的，对，提成这样感觉黑棋走什么都行啊，我或者外长或者爬，嗯，或者我粘住也是有可能的啊。对，
总之白棋不能粘回去。对，然后黑棋我们刚刚埋了个伏笔，说为什么不愿意用这枚劫材、对，是的，他是这么想的。我们之前说本来T2黑棋是只能自己去做活的，但刚刚提到了这颗棋子有用，而连下的构思就是本来我这个时候是应该虎回去的，但我今天准备利用这儿的劫材当天就扑。对，这样我找完这枚劫之后，他认为白棋的下一枚劫不好找了。是，由于这个地方白棋也冲掉了，可以看白棋只剩下右上啊，有可能这个地方是劫啊。我怎么走两手？对，那么白棋实在也是觉得他最严厉的靠一个找劫。嗯，但这样黑棋再一消，我们可以看到黑棋等于是在这边多了一手，但是这边的效果好像。对，非常的辉煌现在黑棋、啊，等于是白棋好像这个挤着找劫等于没有找出它本身的效果啊，挤断啊，我感觉它是不是还不如当天直接去上面找劫啊，绕了一圈还是回到了等于右上角的靠。对，因为上面这个地方由于黑棋有这种断的定型，就这个局部白棋虽然会占得一些便宜，但收获没有想象中那么大。确实现在搬黑棋断啊，这个局部白棋还挺头疼。嗯啊，因为这个上次我发现这个棋形，这个找完劫被别人一断，确实不太严厉。嗯啊，因为本身我想我打。嗯，这个地方，这看起来你在这儿都连走两手，一把飞刀。对，还没有什么很好的效果吗？本来我想用一个这个手筋啊，打了挡了一粘。嗯，然后发现呢。好像不太对啊，这时候黑棋也有一个手筋，对，这一加就是二的一加，啊，这一加之后呢，白棋发现啊，我已经局部不好把黑棋直接吃掉了，嗯，那么如果我啊想全部这个用强呢，只能打了粘，那么黑棋搬或者长都可以，这等于是又形成了一场战斗，对，这个等于局部。我被迫只能活脚，然后外面依然是战斗，啊，那么这个显然是不太划算，甚至人家在这个配合下有可能一招不到位，对一个弃子之类的啊，那白棋显然是不能接受的，嗯，所以说面对这个断，好像白棋这个局部并没有那么简单啊，想拿住黑棋。对，那如果我要想吃你，可能就只能要打了冲的苦肉计了。对，比如说我打吃啊，我。我这地方想办法把黑棋吃掉，一边肯定是可以做到的，可以实现的，对，但是挺辛苦的啊。那么我这时候需要用这个，我需要冲，这样就防住了黑棋刚刚的夹。对，但是好像这样一看呢，我这个走了一把飞刀啊，现在黑棋一个先手定型，好像是一个黑棋吃两个子，白棋吃三个子啊，双方这个均可接受的、啊，对，好像白棋所得也不多。那么如果现在黑棋再把这个地方一接住，那可以看下方白棋尾巴应该是已经阵亡了，嗯啊，这个地方打劫已经被黑棋给踢花了，那么上右上呢吃的所得并不多啊，白棋应该是不能接受的。对，所以这个时候白棋还不能这种简单的处理，他是用了一个扭十字长一边，对，他是淡定的下力，哎，这一力，嗯嗯，这一力的话好像看着黑棋好像就这个子可能是要死了，嗯，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再挡的话，我不跟你做搬这下的交换还是好太多。对，所以现在实战黑棋也是长啊，我这期我还见过好像黑棋还有、哦、啊单尖的下法啊，我知道他想让你打吃，对，但是打吃还原了，白棋显然不会打吃、啊、白棋长一个，嗯，这样黑棋可能对，这样黑棋立一下，对，是转到上面的一种下法。对，对，这个是一个场合性下法。嗯，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看这盘棋连下的选择。嗯，好，他还是比较看重这个方向。黑棋是直接长这个。嗯。那么，白棋压。棋搬。白棋在。哇、哦，这个地方白棋下的非常的强硬啊。嗯，那如果白棋直接扣打，他是不是怕黑棋套打啊、这个兜住他，然后退一个吗？还是打啊？他应该就兜住。那我单吃提掉。我觉得黑棋
啊，应该是就是一个弃子，比如说、哦、就简简单单是吧？对，我就不追求压一下啊，上面蒸一个鲜手之后把下面一粘啊，主要是这盘棋啊，现在白棋在下方打劫，这个损失比较惨重啊，等于是黑棋上方取得一个先手，虽然白棋实地吃的很大，但是下方损失还是这个过于严重了、啊、对，而且如果是这样的定型的话，感觉黑棋之前这下也不亏，对，下步棋一压是非常舒服的，对，非常舒服，嗯，所以这个配置上白棋也是选择了更强硬的场合下法，通常的局面下这样是可以满意的，对，非常可以接受的白棋，嗯，因为我总感觉比如说贴翻啊，这个地方本身白棋肯定想扣打的，嗯，但是现在扣打肯定又被黑棋给搂住了，所以白棋弯，白棋不断，嗯，白棋挖吃，嗯，然后就是这个重点，一直想抢这个消劫，嗯，因为这地方反正黑棋不粘，白的肯定也会提劫，对，因为由于黑棋下面铁厚，白棋粘出来这个子的话是非常危险的，嗯、感觉黑棋就简简单单往前跳，对，这可能或者我飞一个就应该已经跑不出来了、嗯、对，所以这一粘等于是先把这六颗棋子拿下，然后这些残子、嗯、还有包括这边的四颗棋子都变得非常的危险，对，白棋出头、哦、对，得出头，嗯，黑棋立立、啊、这个立就显然思路很清晰啊，嗯，如果白棋挡，那黑棋应该是、嗯、就一路向前啊，这个准备包扎一下，套夹住、啊、嗯，因为现在比如说白棋冲、嗯、他是要搬吗，还是对，应该是要搬，我感觉虽然白棋可以先手分段，对，但是黑棋这打了一个二路都打，感觉白的有点受不了啊，嗯，对，这地方白棋太惨了，嗯，被先手包扎，嗯，实在是不能接受，对，等于是黑棋想要利用白棋弃景的问题，但这个时候呢，在立的这一瞬间，杨凯文是选择了一个试音手点，哎，他问你一下，你怎么不断？我先问问你，嗯，如果你粘上的话，那我就当自己便宜了，对，反正我点到一下肯定便宜了，不管我怎么跟黑棋战斗啊，战斗成什么样，我这一下点应该都是便宜了，尤其是如果你还选择以后跳的、嗯、就是被我如果是胡打回去的话、嗯、那么这一下的交换其实对眼泪就差太多了，对，所以实战连下是选择了挡这边，哎，连下是先、哦、先压，可以是选择先压，他也是既然你问我，我也不老老实实跟着应压挡这边，嗯，这样白棋再回去，通过这个交换，他就让黑棋的跳不成立了。对，但这样黑棋就一路压也很贴过去。嗯，这个由于弃景的关系，每一个扳对白棋来说都比较残酷。嗯，可以看白棋现在上方是吃挺大的。嗯，这个地方白棋可以说是强行这个压了侯，然后现在这多吃了一些木。但是由于黑棋这外面后了之后，现在白棋这五个子呀就更加的危险。嗯。而且二路这还多个子，这点和挡的交换，对，所以马上连下也是出招了，好靠，嗯，他这个并不是一个攻击你的姿态，而是说你这几个我就想让你留下来，对，应该是这一靠的话，他说你应该已经出不来了，嗯，你要是往回退，我外面一扳，嗯，你如果再扳，我一粘住啊，你这个地方显然是头是出不来了，这两个你长我就把你断了，嗯，你要不退呢，你要是往外面长，那自然我这一扳断你这个就尾巴就掉了，对，我就随便补一个，我就退一个啊。由于黑棋二路还有子，这个地方白棋肯定是打不穿的，嗯，所以在靠了之后的话，白棋的思路就是如何去在局部处理的好一些，对，想办法吧，因为这确实你要这全死了，这实在是太大了啊！是我们虽然说白棋上面围了一个五路的很实惠的空，但是黑棋这一带如果都是空的话，好像已经有点数不清的感觉了。嗯，对，嗯，所以白棋要想想办法。看来这盘棋确实体现连下的力量还是很强。对，等于是从这个劫争可以看出啊，我觉得劫争还是非常难判断的。嗯，经常一个劫下完，可能有一方。形势会很不乐观，嗯，
那么白棋搬完之后呢，他是想如果你还是简单的这样吃的话，黑棋自身也要注意自己的气是有点紧的，嗯，这样他搬能便宜一些。对，但黑棋说那我就从外面先断，对，这样白棋从这个地方打出，再长，嗯，然后虎一个，虎也是这种有两个断点的时候能够一子两用的一个要点。对，那可以看现在啊，黑棋实战是啊，断一下，断了跳，哇，这个断了跳也是下的特别好，我感觉，嗯。那为什么说他下的特别好呢？这我真送一个，你怎么还说他下的好？首先，这个白棋这粘肯定是想第一杆粘住的。那粘的话，黑棋啊，由于这个刺完之后，白的这一夹啊，这已经跑不出去了。哦，外面没有办法突围了。对，外面白棋是一个超级软头，可以看黑棋下个两个打都是先手。这两个滚包之后，那白棋应该是不行了，黑棋就简单的弯出，就处理好这边就可以了。黑棋就打一下嘛，打一下弯出。那么如果外面出不了头，里面也做不了活了，对，所以白棋不能要。等于是你不要的话，那我这个断打还是先手。哦，那如果没有断这一下的话，你直接点，没有回一贴。对，这样的话，这个断你就可能断不到了。你再断的时候，有可能我就搬这个。对，我可能会选择搬头。嗯。所以这个地方的次序是很妙的，嗯，对，黑棋实战的定型应该说可以说是达到了自己最理想的状态，对，他等于在这个时候叫吃你，那么你这时候不能搬了，但你一提我又补到了外面，选择长啊，嗯，这样等于是黑棋把白棋这四个就成功的拿下，而且这个头还在白棋前面，嗯，好像这个地方从靠开始也是黑棋比较理想的定型，嗯，感觉这盘棋现在连笑发挥的是非常好，嗯，好像基本上就没有出什么出现问题手啊。嗯，现在的局面应该是白棋需要加油了。嗯，冲黑棋挡住啊，这棋还要挡，我以为啊这个都优势了对吧？就立一个算了啊，这个退让也那都挡住，反正暂时也没棋，这粘先手也没什么用。啊，我这个黑棋最多是气稍微有点紧，嗯，对，但大家要看一下，就是确实这个地方等于说白棋在这一代还是有几个先手的，可能会有一些先手接应，这一代肯定是先手，但是呢暂时还没看出这个先手有什么用，对，所以我能够多撑两目，我还是先把这个目撑住，嗯，那么白棋下一手就是进来了啊，这是进来了啊看来这个棋就是现在的形势，对于白棋来说，如果是这种简单的什么这一带肯定是不足之胜。那我们肯定不用点目了嘛？你看这个棋，黑棋这个吃了啊，这吃了小四分之一个这个棋盘了。嗯。啊，那肯定是不行。白棋上方其实也没多少空。对，大概看一下，四十多目。嗯。啊，接近五十目，就算六十多目，应该肯定也不够。黑棋这，哦，这个感觉太宏伟壮观了，对，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能我就粗粗的点，我都可以这样一十二十三十四十这样给自己点目了，所以这个时候白棋必须要把这几颗棋子洗活，嗯，他是选择了走在这儿，这个白棋现在需要做活，嗯，好，这个搭就是借用，嗯，黑棋吃就在这儿，啊，那么我们不知不觉呢也是追上了这盘棋的进程啊，对，还有几步，对对，因为我们天元赛呢是每方两个小时的基本用时，然后五次一分钟的读秒，嗯，对，所以其实两位棋手下到现在的话应该从棋局的进程来看，我觉得可能黑棋会顺利一点，嗯，现在下了我十二点半开始下了不到四个小时，嗯，对，所以可能都有时间，而且在用时上感觉从进程上看黑棋会更顺利一点，我感觉白棋进入读秒啊，嗯，我就觉得从啊这盘棋的进程啊，哦，就你觉得白棋确实一开始面临这个结症之后还是黑棋会更主动一点，对，因为白棋形势不利的话应该用时会比黑棋多一些，嗯，那本身这两位棋手的用时上你觉得他们俩应该都不算快也不算慢，我感觉都 是中等，对，没有就是特别的，嗯，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到慢棋会想到许家阳这种，对，嗯，然后说到会计可能会想到李星城，对，那么这两位棋手可能就是一个相对均衡一点，他没有说特别的慢或者特别的快，嗯，
但我感觉这半季应该连校时间我觉得应该是有利的啊。嗯，是的。那现在我们看看黑棋是就是一定要吃棋吗？如果被白棋轻易的洗活，是不是棋局会变得比较接近？看看如果轻易洗黑棋基本控的话，对，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那么这两位棋手的历史战绩呢，也是连校以5-2领先。黑棋如果就是把这个吃的话，黑棋全盘也有60几目。哦，所以如果黑棋比如说这边攻一攻，有一点潜力，然后先手动手的话，可能白棋也未必。白棋可能也不是很理想。黑棋这种飞应该也是先手，飞过来。那只能说还是前面黑棋下的比较好，这个现在的棋局的形势对白棋来讲比较危险。对，我感觉主要是这盘棋的得失还是在下方的这个结争这个结争一般这个判断的出入是比较大的。那么可以看确实打完这个结的时候，好像黑的胜率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而且后面在这个脚上的定型感觉黑棋思路也很清楚，就是抢一个先手，然后把这个劫消掉。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我觉得这一棋咋活？怎么活呀？怎么活？因为以我对连小理解，他肯定就没想放你走，他就从来没想过这块棋白棋能活。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是从讲棋的角度给黑棋分析一下退路。就是我们刚才是判断如果白棋活了怎么样，但是这个棋。就正常来讲确实也不是很好活，因为要在这个狭小的空间做出两只眼看上去是非常累的，而黑棋是比较厚的，你看这个拐黑棋就扳住，对，没有看出特别黑棋有薄的地方，可能这一带有一点点余味吧，对，是不是利用一些气紧，对，有可能做点文章扳过来，然后利用这个詹先手，对，可能会有一点点文章可做。但是以我的连校理解，就对连下的了解，对他肯定是要全杀的，对，他肯定觉得杀了就完事了，就不用想那么多。而且这盘棋因为下面这个提完黑棋至少在这一带是没有什么借用的。而且这个局面的吃棋对于黑棋来说负担不是很重，对，就算我失误了其实我的损失也不明显，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对于白棋来说还是挺难的，就怎么在这个不宽裕的空间做出两只眼。白棋下不棋顶也是瞄着点这个黑棋这个地方保卫，因为如果拐黑棋搬可以看这个地方，我拐你要搬我搬你要搬嘛，对吧，你要冲，就是这有个先手，对，等于黑棋外面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比如飞一飞有可能是能出去的，这个先手这样走可能能搭出一只眼，对，或者我有可能出去了这个地方，就是包围圈，这个封锁圈不是特别的牢靠。对，但是这种棋形确实，这个点方你给我留了一个好点，我是很想走的。至少我看到这个棋形，我总是有第一下要想一想这个成不成立的或者感觉。黑棋从这一带尖眼是有可能的，因为本身白棋跳包括这尖眼是缩小眼位白棋在这个地方。他自己搭两个眼是不太可能搭出来的，那只有通过黑棋的保卫。对，我就简单的破眼，缩小眼位，就是你如果不考虑外面的借用的话，局部是活不了的。对。我们看看黑棋的选择。我相信黑棋这个地方他肯定是要杀棋的。那就是两种思路，一种是从外面缩小眼位，然后同时兼顾厚薄，另一种是还有一种就是直接让你没眼，看看你外面怎么折腾。对，直接破眼也是挺好的那么话音未落，这个黑棋就直接破眼是。那么白棋好像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选择的，只能靠断，先靠断，然后我们再研究，先把这个一只眼给搭出来。黑棋应该会吃吧，他现在还没吃。如果不吃的话，难道往里顶会便宜吗？哇，不像，我觉得应该不得，因为现在不是一个特别巨杀的那种感觉。但是也未必，是因为呢，如果吃白棋吃了吃啊，黑棋会纠结我这个要不要粘上呢心情上不想粘，其实不想粘的话，那就是打接受一个打接活，对，那就是打接活。那你要是比如我再煎一个，这个算清了黑棋这一粘这个就是准备
净杀的太多了。嗯，对的。那你之间我一提，反正是个打劫货啊，至少这个地方有劫。对。那么如果黑棋往里顶啊，不像吧？我总觉得有点对自己有点狠。那我就粘上呢？我粘上你打吃我是吧？对。那我你要火再吃回来，是不是有可能啊便宜了？嗯，这也搞不清。首先要看现在黑棋它是一个什么心态，什么心态？对对，他是想我要全吃啊，还是想哎你这活了也不够？对，感觉是一个是那种小火慢炖，就是我知道你不行了，反正我慢慢的跟你收一收。比如说你后手一个打劫火，然后我慢慢跟你收，我觉得很有把握。还是说我就索性决定把你一锅炖了，就今天就要把你吃住？哎，那黑棋是选择了哇，那可以看黑棋的招法，感觉是准备慢慢来，就是你打跟着你打着劫玩，就这个劫，反正咱们打劫了，那我黑棋在外面连走两手，啊，不管是比如说我尖一尖，或者是中央，啊，骚扰一下也是有可能的。那根据你刚刚的判断，这样点完目，如果黑棋能在外面有一把飞刀的话，啊，有飞刀，白棋肯定是定不住啊。白棋，就不是说大飞刀，比如说就那种小。这个就是大飞刀，这个太大了，这个你一尖了一扳，这个我感觉快三十目棋了，不是小飞刀。你这个告诉我是，不是大飞刀？好吧。你要是飞一个，我只能这个下劫了。不不不不，那我最起码也得怎么感觉骚扰骚扰你，我感觉。因为白棋局部也劫才挺多，我也有劫，嗯，而且这个地方也有劫。是，我这个无法容忍。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怎么走一走，我总觉得你也挺薄的。对你走，我只能跟你硬嘛。嗯。但是这个冲，它确实好像这个下法是刚才决议的一选。哦。啊。看来这样也是最风险最小，从黑棋的角度来讲，你可以看看他，哎，我就觉得这个点看着挺好，挺舒服的。这感觉，就我再削一削你，你这还有断点。飞这个就是比较白棋比较难受的地方，嗯，啊，因为刚才我说过这个飞，啊，正常来讲它应该是先手，嗯，因为下步棋黑棋再飞，对你眼见的这里要补，对你这里要补，我这地方一冲，白棋就扛不住了。啊，这一冲断，嗯，啊，这样是白棋肯定不行的。那你说我要是不跳，我补一个被黑棋跳下去，那显然好像也不太行。对，啊，但是你说现在我自己补一个，我怎么补？我硬在哪儿呢？我补法很多，比如说我小尖，肯定也是能补上，而且木是很好的。嗯，但这样的劫材就比较多啊，这一会儿这全是免费的劫材。嗯，而且之前你说的这尖顶，这都是劫。对，我感觉黑棋是可以，比如说我要是补的边收官边打劫，对，白棋黑棋继续小飞也是劫，就是比较难受这地方。对，而且这步飞本身就很有价值。对，就这种飞其实就跟你说的，就我一步一步走其实很像，嗯，但是呢你又感觉需要硬，所以这个棋现在确实是正常来讲白棋目数的话肯定是啊走在这里最好，效率最高。对，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考虑到劫材的问题。对，以后黑棋你把我惹急了，我好像一枚两枚三枚我已经看到了四枚劫了。嗯，所以这个地方白棋还是小尖了，啊，嗯，这个木比较重要，必须得先把木撑住啊。这棋主要是形势不利，就是啊总有它不理想的地方吧，那没办法。嗯，这是前面的问题。对，是形势的问题，不是现在招法的问题。嗯，那黑棋肯定是提劫，嗯，现在就看白棋，白棋基本上是这一带有一些本身劫。对，白棋先把这方找掉吧，我感觉。啊，白棋这个地方倒是也能找出一些劫。啊，对，比如说或者我找一找飞这种劫，啊，也是问问黑棋的态度。对，嗯，看看白棋怎么找劫。对。那么连笑。啊，上次输给杨景星其实还挺可惜的，啊，当时还挺可惜的啊。对，因为他是首先三番棋先拔头筹，而且后面的两局棋也都比较遗憾啊。应该第二盘吧，第二盘他主要是第二盘，对，主要是第二盘他觉得啊，他应该是能赢下来的棋。对，当时应该说优势是非常的大，而且后面的失误对于他自己来讲肯定是不太能接受的那种啊。他是出现计算失误，对，就是自己是等于说误算了，嗯。但我感觉笑笑好像之前的有几个比赛其实都让我印象中都有点可惜，就是他之前的这个有一个世界大赛，我觉得那个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
白棋搬，搬着找劫的话是想局部能做活吗？比如说白棋搬了尝试先手，为什么是搬着找劫呢？这样啊，他是准备再跳吗？但黑棋不会见着。哦，对，白棋搬着找劫稍微有一点疑惑，就所以你是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不想交换这一下？对，我首先不想交换这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啊，这个地方刚才说过，我拐了搬，啊，有这个先手的借用。那么拐了搬完，我这一搬，局部黑棋的棋形是有些问题的啊。我这打吃是绝对先手，我可以保留。那么我先从这个地方搬一个，啊，这个等于是黑的外面的这个包围圈啊，没有那么完整。那么我如果只是顶一下的话呢，黑棋外围就非常的厚实，啊，不管我局部怎么样，黑棋外面是厚的，但如果我局部还活不了，那这个就亏了。而且感觉在劣势的情况下，是希望下的比较就是留有更多味道或者对，变化的棋会好一些。如果你只是这种，你走黑棋很明确知道自己该应在哪的话，就不会给对手出错的空间吧。对，所以我感觉这个地方其实可能白棋也确实这个局面它不太好下。黑的飞。能感觉到确实黑棋现在的思路就是我就一步一步收，我也没有说在刻意找劫的感觉。对。正常的收。那这种棋好像白棋没法应了。白棋实在是，因为这地方你说我靠，行，那我黑棋尖的时候我硬不硬？尖我也硬，然后这地方还有很多劫，可能一会儿就被打爆了。是的。感觉好像连笑在这一届天元战中的发挥还是比较好的。对，我感觉他这棋下的挺稳的。这飞了一拐，白棋挡，黑棋就准备断掉。是的。那可以看这个白的三个子，现在跑不跑是个问题。如果不跑的话，实控应该很堪忧。但我觉得跑其实这个任务我先跳出来稍显艰巨，我觉得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还是得试一试，还是得尝试这个任务。嗯，我觉得先跳出来再说吧。黑棋你就应该又是一个当头一震，然后再想办法继续逃跑。因为黑的木确实挺多的，黑的木我刚才点了一下，黑的现在这边大概有多少木啊？这个地方不太好算，因为本身白的打两下，如果白的走的话，黑棋还要收气。如果黑的走的话，白的脚上还没干净啊，真的，这个地方木不太好算。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官子。黑的大致62目棋左右吧，就这边啊，我感觉大致中央的潜力就不太好算。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我是到底怎么算的啊，我都不太会点这地方木。那中央这个就更不好算了。但是你最起码你这儿如果我下你给我个十来目我还是不过分的，给我跳一个。对，感觉白的目是不太够。所以白棋呢，白棋上方现在就40目，还是得把这个跑出来。就白的全盘，如果白的全盘就60目左右的话，那就等于是跟黑的这边是一样的。那黑的现在还有这边这一条。按你的话说，就是你跳一个，我一跳，我这就是快天幕了，对吧？就美滋滋随便攻两下，估计黑的也，是的。但是抛开形式，我觉得就是这么跑还是有点过分，这个感觉有点欺负黑棋们。对，所以从对局者的角度，他还是会考虑的更那个。对，那可以看连笑也并没有准备放过白棋这块。对，你怎么跑我都是要再攻击一下。攻击。因为黑棋确实他根据我们刚刚的判断，就他不一定非要吃你嘛，所以这种棋就比较好下。对，就我只要让你不怎么成控，然后我点着木，我最后把这一收，可能你就不够了。所以现在他就拦住跳冲，黑棋再靠横挪，这地方是要退吗？还是要断？还是靠的应该是要退，退是吧？我感觉靠了，他应该是想办法再把这个挡回来。那我就站上吧，大概。然后，那我先把兄弟全部救回来，啊，这些但是好像
这些兄弟有可能全部阵亡。但是比如说黑的最粗俗的飞了一场，就没有看出白的眼位在哪里。对，这飞了一场好像把中间补住。嗯，就是本来这个靠是黑棋的一个担心的点，但是这样一走这个靠不成立了，然后你挡我就跳，你飞我就拐这边，好像看起来白棋的眼位这个空间还是不够啊。对，是的。嗯，但现在是进行到白棋退。好，那现在决议给出的推荐也是黑的继续占，觉得白的应该是危险。对，主要我觉得还是觉得就算你活了，我只要能先手收官，这边你不没有吧，这棋主要是活不了，活不了，还是活不了。对， 我不能老替白棋一说就活了。嗯，那现在是到了黑棋，我们也是追上了进程。嗯，对，但这盘棋虽然还在继续，但从我们刚刚点目还有对棋局进程的分析来看，应该不出意外的话肯定是黑棋会比较主动。嗯，感觉想逆转现在还是比较困难的啊。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就是第一个这个局部吧，第一个接触战白棋打劫亏了。嗯，后面其实白棋一直都是在比较拼命的追赶啊，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机会。嗯，是的。那我看到我们现在黑棋已经粘上，黑棋粘上，白棋也倒回了啊，这个都是跟我们预料的差不多。那看黑棋连下会不会这个飞了一场？对，这个飞了场的话，就是下定决心了啊。但其实我总感觉就是优势的一方，我就感觉下点稳的、飞了场这地方好像还是有点靠了，有坚持。哎，尖没有啊，顶了猴啊，顶了猴有点味道。嗯，有一些，但我这代不是有先手因素，这先手没有用。啊啊，稍微有一点不确定因素，就是你，反正现在首先又是给黑棋一个问题，就是你是杀还是不杀？嗯，是的。啊，那我这棋为什么不点呢？啊，这个飞了长可能。粗俗就是有点过于简单，如果粘的话你肯定可以补得好一些。那我并一个啊，这回棋形看着舒服多了。嗯，对，但我其实如果是我的话，我觉得我就想收收控，你走我就跟着你硬啊，拐一个。其实你说收控，但我也没想让你活，就是先收着嘛。你先说你是收控，但是我该怎么活也是一个问题啊。因为白棋如果粘，比如说黑棋在中央补一个，这个地方白棋可以看这两个眼还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不太好完成。对，所以还是选择，咦，我发现夏夏脾气比我还好，让他跳一个。对，他这个等于就是他认为你如果花一手再被我一爬，你的时空是肯定不行。比如说白棋虎一个，那我就爬，黑棋就爬一个。连夏觉得这个棋只要是黑棋这样走一走，白棋实控是肯定不够的。对，但如果你再跟着我硬的话，我这一下呢让我这块棋变得更厚了。对，那么我吃你的时候肯定更有保障。嗯，对，所以这个时候虽然这盘棋到这儿还没有结束，那我们觉得对于白棋来说还是比较困难。嗯嗯，那所以这盘棋呢我们先给大家讲解到这儿，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带来另外一盘棋的讲解。嗯，听雨危机频道。